谢谢马国碧、蓝墨老师。哇，接下来接到重量级的郭婷云，胡花，预备。周天庆，还是要慢，还是慢，你为什么？你怎么跳出来还要爬两步啊？起上加起喽！来哦！你以为啊？站起来！啊，完了，蓝墨老师，一秒重量啊！完了！赶快，还有！再来！开始算秒数了，往前快速。好稳哦！一秒钟、两秒钟、三秒钟，喜上加喜，翔哥吧！一秒钟、两秒钟、三秒钟，太强了！我好像上楼梯一样啊！上面他掉下去给你碾死啊！对啊，给你碾死！太轻了，那他是太老了。不要比较好。好，加油！站起来，比赛开始了。真的还是比较吃力一点，苏子珊也不是每一次都可以过吧，我相信，太不容易了。现在双方非常接近哦，想要过去都很难。苏子珊好棒，苏子珊他居然弹过去了，来 ，OK。摆荡了，好厉害哦！他这个摆荡不容易耶，手伸很长哎。好，那先握手一下来。哎呦，不好意思，王军啊。来，我们要颁奖了，我的。老师加油！蓝墨老师过一半了。蓝墨老师是用侧面在往前走。记得呼吸。我们毽球队是正面往前走。不要急哦，稳稳的休息一下没有关系哦。暂时领先哦，很多休息没关系。有急起直追哦，毽球队。还没啊，再来哦，要过，要过，还没。我们现在是一人来到第二棒，毽球队还在第一棒。慢一点，可以，慢一点。一人队暂时领先，张宏琪慢慢来，稳住，你已经过一半哦。记得呼吸，不要憋气哦，不要放弃。张宏琪可以休息一下，没事啊。你已经过一半了，你还好。第二棒。你可以挡他，我说没有，你该不会要撞别人吧？你要撞别人。